今天很，大家都来啊！对，我生日快乐，然后来介绍一下吧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彩蛋，我们的彩蛋其实就是在这里来过一个生日。那今天邀请了所有在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人，然后包括这次演唱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来。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首先介绍演唱会的唱歌的人，我叫王源。没有，先介绍一下这位叫朱小金，小金导演，然后是今天演唱会的总导演，所有的厉害的想法，厉害的点，还是唱歌的厉害，唱歌都是他做出来的。对，然后强强非常非常强，然后我们也合作好多年了，就是一直特别靠谱的兄弟。来吧，东哥，这位叫东哥，是我们今年真人秀，我们两个有故事。他是第一季唱作人的导演，总导演还是？对，总导演。然后当时我去，我说东哥，你来给我当 follow PD， 他就真的来了，就是情谊兄弟，这一次也是被薅过来来帮忙了，就是。真的是感动。然后来选导，然后选导是我们这一次的片，好多次了，有以前的 MV， 然后有各种片子什么的，对，大家去看看吧。然后还有谁要来？哦，你来吧。这个是我们的瑞瑞姐，造型师。那我继续了，下一位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所有为什么这么拘谨？他们害怕。没有。这边都是我在中学在南开的朋友，对。然后这所有都是，然后这边两位早上直播大家应该看到了，我们一个小学朋友，一个 Berkeley 的朋友。然后还有谁？我来，哎，我们团队。对。好，我们团队都不敢来。快过来。对，这是我们团队啊，没事，不，对，这是我的化妆师，画的不好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我们在一起工作好多好多年了，从一好多少年，七年，一四年，好多年了，所以别骂他，都是好兄弟。那还有什么人介绍一下？老板被 push 出来了，一起，来，祝王源20岁生日快乐！谢谢陈总，我没有酒，那陈总你们来介绍一下吧，这次真的是帮了我们这一次演唱会最大的忙的三位，这几位还有李总帮了巨大的忙，对，生日快乐，您要不要？说一说，对，您介绍一下吧，这次节目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，对，然后今天也是很特别的一天，这个最后也祝王源生日快乐，谢谢，对，我们还有更好的作品等着，对，哦，这个我们忘了介绍，因为应该您是天蜜还是 QQ 音乐？QQ 音乐的，然后这一次就是因为有 QQ 音乐在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么好的演唱会，然后能够做得这么好，也很开心。20岁能跟TME 跟 QQ 音乐在一起，对不起，跟 QQ 音乐在一起，都是在一起度过吧。然后这是我们时代峰峻的老板陈总，对，就是一直从小支持我们到走到现在的，真的是感谢。那我们大家，我提我们举个杯好不好？我们来20岁，我们来喝一个酒，举杯好不好？我们去拿杯子吧，举杯。来一点香槟好不好？香槟是吗？就每个人一个，谢谢。来，东哥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没切蛋糕。那我们来一个仪式性的切蛋糕。没有蜡烛就不许了，就愿望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开心就好了。好，第一刀，可以了。对，希望暴富，平安健康。对，第三刀，希望一切都好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吧，所有人，每个人帮我们弄一下吧。
来来一起来，对，来来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来吧，东哥。一起。来吧，来吧，一起，一起，来来来来来。生日快乐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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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